佢會。It's for Marcus。記住，我哋大家支持二號選手張耀山。比賽開始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屌，開始。見到呢邊兩邊嘅選手，其實我啱啱深水埗嘅選手 overtake 咗呢個南區嘅選手，而家深水埗嘅選手第一，但係其實好近嘅。你睇下後面南區嘅選手，都係見到對方嘅選手南區好似過到佢喎，但係深水埗補翻住，南區又過翻喺呢個彎位嗰度，但係深水埗你見到踩油踩得 OK， 想呢個過都過翻。南區都而家都有少少落後緊啦，都要安全翻啲。你喺深水埗呢邊就喺呢個彎睇下點，呢個彎其實有少少咳甩 ，OK 嘅都係領先緊呢個深水埗嘅選手。南區嘅選手喺後面，但係其實都唔係太遠啦。呢個第一個 lap 啊，深水埗嘅選手喺側邊，玩喺側邊你見到。路都安全嘅，但你見到呢個彎就有啲咳甩啦。南區嘅選手可能可以追翻，想，哇！佢感覺有啲，哇！咁過咗去，哇！南區選手咁樣用呢個招過咗佢，過咗深水埗嘅選手，你見到呢個又感覺到兩邊都撞，兩邊都撞，但係深水埗選手就過到嘅。南區呢個選手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啫，你見到佢喺後面，但係深水埗你見到呢個選手就喺前面咧。南區喺後面，會唔會再過到咧？喺呢後面其實都唔係好近㗎，其實都唔係好遠。佢而家過到可以鬆一隻手，佢咁踩有就得。但係深水埗選手都係同一個方法，好似前面有個彎位，睇下會點。深水埗選手撞牆。弊啦，深水埗個選手佢感覺佢就上，兩邊個選手都有撞到牆，但係你見到深水埗選手先得翻喎，深水埗選手會過到，深水埗選手會繼續，南區選手仲喺嗰度，你見到深水埗呢個選手好明顯冇乜學到呢個過到，其實都幾靚嘅，南區選手而家先啱啱好翻。深水埗嘅選手會繼續過，深水埗嘅選手，南區都好喺後面好近咁追啦。你見到咁過到，哇都有啲快，但係佢咁勁過到呢個 corner。深水埗呢個選手上咗草底應該 OK 嘅，南區呢個選手繼續，佢有啲快，但係應該都可以過到，如果夠技巧嘅話，將係 OK 嘅。深水埗選手都繼續喺前面啊，領先緊，仲有五分鐘剩。個深水埗選手有機會撞牆，應該 OK。佢見到而家應該係 OK 嘅，會上翻個賽道。南區呢邊嘅選手喺後面，你見到深水埗選手係已經喺另外一邊嘅過咗。南區嘅選手上咗泥地，睇下應該過到嘅，都過到。但係應該好難追上深水埗嘅選手啦。深水埗嘅選手過咗呢度側邊，又上草，睇下會點。應該深水埗選手都幾安全嘅，而家上咗草少少，但 OK。南區嘅選手反而呢度上咗啲泥，都補救到。見到呢個領先緊嘅深水埗嘅選手都應該過到。南區呢邊個選手又應該撞牆喎，撞咗牆之後，但係補救翻自己嘅方法。深水埗嘅選手喺側邊過到幾靚嘅，過得幾靚。你後面都追翻，上咗草又再上草同埋泥啊 ，OK 嘅都得。過咗呢度側邊，一路喺個草度行。呢個南區嘅選手。深水埗嘅選手呢度有啲難啦，應該滑勁喎，呢個冇撞牆，哇撞咗牆！南區嘅選手有機會上翻嚟，南區嘅選手有機會，南區嘅選手喺前面，唔係喺後面，啱啱喺後面。
但係深水埗嘅選手補救翻佢哋嘅方法，南區嘅選手會撞咯，會撞咯。話南區嘅選手補救到自己，補救到又應該會近啦。呢度哇好近，你見到兩方嘅球隊都喺好近嗰度。南區嘅選手追緊，追緊，好近嘅其實。你諗到都係就喺前面嘅啫，深水埗嘅選手。佢咁樣行，可能搶草，要慢啲咯。呢個前面要慢啲，有機會撞牆。唉、哎，深水埗撞咗，有機會過到，過到，哇，好近啊！哇，好鬼近！你諗呢個角落頭，深水埗嘅選手應該喺前翻啲，安全翻。呢邊南區嘅選手。南區選手有啲慢，但係應該 OK 嘅。深水埗選手不斷快攻，深水埗選手撞牆。有機會南區嘅選手，南區嘅選手有機會過到。深水埗選手撞喺個牆，得但南區選手都會撞牆。啊！南區選手過到，南區選手對深水埗選手而家好近啊！南區選手而家嚟緊。南區嘅選手而家你黐緊，仲有依兩分鐘剩。深水埗選手追翻，佢而家要有啲慢，當然上咗草角落頭應該 OK。追翻南區嘅選手，南區嘅選手喺前面應該安全啲，會好啲。但係南區深水埗選手有機會再撞牆 ，OK， 又撞牆深水埗選手，但係過到過到 OK， 近喎、啊，近近近。深水埗嘅选手有机会过到，哇！有机会过深水埗嘅选手，南区选手如果一 cut 到，哎呀！深水埗选手都 cut 甩咗，有机会啊！深水埗选手都 cut 甩咗冇咯，仲有机会噶。其实一分钟剩，你见到呢个南区选手近四分钟应该冇咯。深水埗嘅选手而家落后。落後緊一陣，但有機會嘅。南區嘅選手而家贏緊，呢個郭賢信代表南區足球會，你見到喺前面佢有機會唔係好過到，唉慢咗啲，啊啲 cross， 哦哇好近喎、啊，好近，前面。深水南區嘅選手喺正前面，有機會追翻南區嘅選手。南區嘅選手淨係兩三分三秒喺前面，南區選手可能會撞呢個位。呢個位如果撞就弊喎。呢度仲有一個角落頭放南區嘅選手。我南區選手過到幾靚，我南區選手撞咗南區嘅選手，唔係好撞到，唉、哎，深水埗選手都撞唔到，仲有機會㗎其實。哦，深水埗选手落后紧，南区选手应该赢咯，喺前面咁容易，都净系直路。南区冇咯，南区选手赢到咗，哇！南区选手都有机会失啊！南区选手，哦，南区选手 OK， 深水埗选手喎。玩開就有啲遠啦，見到都有機會。南區選手呢度最尾都係直路，應該都 OK 嘅。南區嘅選手最終應該會勝出。深水埗選手啱啱撞咗牆，贏咗咯。南區嘅選手應該就容易地。取得呢個嘅勝仗，22秒後應該冇咯。深水南區嘅選手，應該冇咯。
你幾多點啊，爸爸？十一，我咁行啊。南區選手勝出。Oh, okay.